Hello， 大家好，我哋又继续翻到嚟特别篇 Where， 今次继续解支线任务嘅。首先我哋嚟到枯叶镇呢一度啦，然之后咧，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咧，以前喺船度咧曾经触发过一个任务咧，就系关于幽灵嘅少女嘅。咁其实咧，当呢一个游戏时间咧去到夜晚咧，佢就可以触发到呢个任务噶啦。咁首先就嚟到本来呢个幽灵间房，之后 Where 会靠近呢个窗边嘅，跟住就触发到咧，嗰、那个 Where 同埋个女仔喺度倾偈啦，交流。之前个女仔点解佢架船度呢？复仇的梦娜就系呢一个支线任务啦，我哋今次要解嘅。然后当触发咗呢一个预见到呢一个梦娜嘅时候咧，我哋就去到甲板船嘅甲板度，船嘅甲板应该呢度啦。OK， 再见到有个女仔企咗喺度啦。你喺边度啊？你讲过你会翻嚟噶，系佢啊，小姐你 OK 嘛？你唔系嗰个人啊？诶、欸，消失咗啦！你消失咗，好一个奇怪的事件发生咗。哇，你一入去变咗朝早嘅，跟住应该喺某一间房度会见到佢。我哋周围行下，因为我都唔知系边一间，系咪呢度啊？哦，应该系呢度其中一间啊。诶、欸，有啦，无处可逃啦，生安，生安，你点解可以咁对我噶？对我哋嘅孩子啊？啊，你唔系嗰个人嚟，等阵先企喺度。你系我系梦娜，我系呢一间呢一架船嘅卡罗梅丹号上嘅幽灵啊！卡罗梅丹号呢度圣安老号嚟，几年前咧沉没前咧呢一船咧叫卡罗梅丹号，然后咧佢俾人打捞上嚟，重新咧游上圣安老号嘅印记，哦，即系呢个前身就系嗰个名啦，新嘅名就系圣安老号啦。你要揾嘅人系佢我未婚夫嚟嘅，原本我认为咧系如此相爱。你的意思是我们登上了这个卡罗梅丹号之后前往合众地区作为度假之旅，飞船被海盗袭击，沙安和我都被人拉了，我们准备去死，但沙安竟然用我交换了他的自由，他和海盗做了一笔交易，为了换取他的自由，他要抛下我，抛低我不理。哇，每天都被海盗折磨，试图逃跑但被他们捉住，为了防止我再次逃跑，他们斩了我，我斩咗我膊头同脚，割咗条脷，唔俾我嗌，佢哋喂我咧食垃圾，闹我去住。最糟糕系咧，佢哋对我孩子做啊！当佢哋发现咧怀孕咧，就将衣架，哇，好恐怖咧，好恐怖呢啲嘢，哈！呢啲嘢真系出得街嘅咩，大佬？黐线噶！杀咗个孩子，已经做好咗死嘅准备，但系命运系残酷嘅，我不得咧不再忍受两个月。最终咧，船撞上一个不明嘅物体，船沉咗，我被咧丢入海入面浸死咗。呢个系好保险。以后我嘅灵魂咧，永远咧都喺呢架船度，直到我揾到生岸。呢个盒里面系佢嘅相啊！吓，呢个盒里面嘅相系即灵劫长会长咩话？哦，冇咩冇咩，唔使担心，我会帮你揾到生岸出嚟噶啦。哇 ，OK， 请帮帮我，死紧啦，会长。嗰、那个大家唔记得，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边个会长啦、啊？就系、是、嗰个唔知咩，本来卡斯本来系养紧一只卡斯嘅，然之后咧佢就唔想拎佢进化啊嘛，系嘛？或者系应该系话唔提倡精灵战斗嘅会长啦、啊、吓、啊。OK， 粉丝俱乐部啊，即刻揾到只挂佢出嚟会长。呢个系我最忠实嘅会员，你嘅真名系咩啊？话俾我听你嘅真名，唔好咁啊！救命啊！造反啊！点解要咁做啊？你个会员，我点解咁做？你点可以咁样对梦娜噶？梦娜，系啊！唔好同我讲咧，你嗰啲小人嘅卑鄙借口啊！从你咧，因为你嘅卡斯进化咧而黐线开始，我就知道咧，你只系关心自己私欲嘅人。梦娜系我孖生兄弟沙安嘅未婚，你做一个孖生兄弟，哇！你系孖生兄弟，我的确咧有个孖生兄弟，究竟发生咩事？18年前咧，卡罗梅丹沉没咧，佢就死咗啦。佢尸体咧漂浮到枯叶镇嘅海岸，佢被咧严重毁容啊，肢体咧残缺不全，太痛苦啦，好抱歉啊。最糟嘅系咧，我哋发现佢喺身体嘅时候，佢仲活着。我仲记得咧，临终嘅时候咧，用最后一气讲咧，佢后悔冇救到咧梦娜。会长，你要同我嚟一嚟啊 ？OK， 呢啲剧情真系。好难相信啊！呢个沙安唔系亲口讲，太多一啲细节位应该要讲出嚟
啊，但可惜又已经人已死了。好，我哋再揾下呢一个蒙娜啦，有人要见你，杀我！等先，等先，佢唔系杀我，简直唔敢相信啊！蒙娜系仲记唔记得我啊？你系德里克啊，杀我嘅兄弟系我，我嘅兄弟杀我咧，从来冇离开过船，佢从来咧冇用你咧嚟换取自由，但系海盗同我讲，佢哋呃咗你嘅啫，唔系嘅。杀我咧真系爱你，佢绝对唔会为咗救自己而放弃你。你讲大话，好好谂下。卡罗梅丹号沉没冇几耐咧，沙安咧就喺呢一个始隆市嘅海岸附近俾人发现濒死，佢身体咧残缺不全，沙安都同你一样咧捉住被折磨。佢喺海度咧对你讲大话，为咗令你更痛苦，我直责怪佢对唔住，你仲可唔可以原谅我？几日后。好高兴遇到你，蒙娜，多谢你，希望咧喺我仲活着嘅时候就遇到你，但总比咧冇好，我要走啦。如果你喺嗰边见到我细佬咧，你可唔可以同佢讲咧，真系好挂住，我会噶，多谢你，再见。哦，原来呢一个唔系个沙安啊，复仇的蒙娜必完结，哇，好恐怖嘅剧情，老实讲，呢个剧情系有少少真系太恐怖啦，系啊。太恐怖啦！好，咁啊，今次嘅支线剧就嚟呢度先啦。哇，一个比一个黐线喎！上次我觉得最黐线已经系嗰、那个那个再见史提夫嗰度系啦，嗰、那个食人嗰、那个招待支线剧情咧就都已经好恐怖啦。但系咧估唔到咧一三埋一三个有一个更加黐线嘅呢个咧讲合一啲嘅内心嘅黑暗世界啊，或者点样好恐怖啊！所以特别 P 咧真系啊唔太适合小朋友玩嘅。